现在中午12点了，在家帮忙打舞台了。这是弄了俩这个车座，看看啊，这个应该是男厕所哈，这没钥匙，还锁着了，还没有能用了。这舞台这都打了差不多了，下午再挂挂灯。30多米这舞台，从这边看个全景图吧哈。厨师俺这个三哥这个给添了个女儿做酒的，在村里搭这个舞台，热闹热闹。这边弄的是个反光灯，光拉这个灯光台的都拉了8车。这个这装上调试调试，这不是吧？入戏啦，入戏啦！菜弄好了，得了，哥们，得了，朱爷子。哎呀，啥烟呢？云烟。这烟好吸啊。他比烟也强了多。快喝了喝，用个牌子的你不喝。那个辣椒米的那个馍也吃。不暖和，你那啊，那都里面还有啥时间的了？不暖和，啊，那都。那你回家吃饭吧。弄个他那个辣椒好吃啊。这都没酒，这吃馍多了，这都。我那咱不吃馍了，也是吃这个辣椒了，行。好了，我这。不懂，等我弟，再拿一杯。现在是烤肉啊，我卖点没有，这个底下的底下是没有啊，好啊，
别蹭家人，然后倒往往里倒吧。这河还是老味儿。哎呦，还是老味道。啊？还是老味道。还加熬出来这大菜汤的好喝。烙上住了，我火烙再去摇。哎呀，酸酸的。再吃去，吃的多呢。来。那这炒哪门啊？炒现在。炒木板。